反正我就讲过嘛，最坏的情形就是当老板的四个。无奈自嘲，却仍得打起精神面对外界种种指责，主动请辞院内弃捐小组召集人和卫署弃捐劝募计划主持人两项职位后，隔天台大创伤医学部主任柯文哲终于现身，对外传请辞是台大有意牺牲他为整起风暴止血，他急忙澄清，这是您自愿请辞的还是院方？不然没有，一定要入职嘛，这个废话，这是问题。不担心自己，柯文哲现在反倒最担心的是年仅20多岁、有3年资历、月薪仅3万不到的年轻协调师，没想到成了众矢之的，甚至台大把他和医检师抓来对质，还原当时电话联系，指协调师把艾滋阳性反应误听为阴性，但这位协调师坚持是医检师误报，对外界把矛头全指向他，已经让他压力大到想不开。您这几天有跟那个女的协调师联系过？有啊，怎么没有？啊，太好了，太怎么样？有上班吗？休假？不能让他休假，人家每天把他拖来看。就有盯，盯百盯，有人盯着他就对了。对啊，万一你让他家里在看电视，就看到知道。只是这老姐协调师还传了封信给弃捐家属，强调绝不是家属的错误。目前针对整起艾滋器官物质事件，北市卫生局已经开发台大15万，至于柯文哲恐怕会致上业务过失伤害，最高处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三立新闻，严俊徐世廷。